没有，我是问你家里有多少人。我单身。而且他们是没有跟我，没有 correct 我，他们是表他们就。啊，就就哦、啊，可能他们心领了，才发现不是，可能大家都有做过这样的一个错误。不过我们大家都是从错误中成长嘛，对不对？不过我就有一个问题了，我在想啊，可能你这个也是写错字啊，怎么我们大家认识的瑞好像不是这个瑞嘞？不是，这其实是我的本名。哎，这是你的本名？是我本名，是我爸爸取的。嗯哼，然后过后。那个苏瑞的那个瑞啊，对，就是艺名来的。他